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春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春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春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43页倒数第三行：“未诸数类，作不清之有。”请看聂老的注解。数者，凡数；类者呢，品类。有数者众也，数类也指众生也。啊，经上说的数类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众。不勤之有者，会所云：众生被觉，违背了觉性，沉迷漂流，生盲无目。这个生盲就是出生下来眼睛就瞎了，叫生盲啊，他看不见。无习处心，啊，没有希望脱离六道轮回的这个念头，啊，那么这个都是说的数类，啊，菩萨明智，菩萨大慈大悲，无皮眼念，在六道，在十法界，普度众生。有些经论上我们看到，啊，菩萨的所度的这些众生，都是有缘众生。啊，佛不度无缘众生，缘在哪一边呢？在众生，不在菩萨。啊，那什么叫无缘呢？众生不接受，跟菩萨就无缘了。啊，所以缘不在菩萨那一边，在众生这一边。菩萨度众生，永远没有疲劳，
没有厌倦，不疲不厌的，这是菩萨。啊，众生迷惑颠倒，没有智慧辨别，不认识菩萨。那菩萨视线，他看不出来；菩萨说法，他听不懂。啊，开经记上说，愿解如来真实意也。虽然有这个愿，他没有智，往往把菩萨所讲的意思误会了。在末法时期，这样的人多啊！啊，几个人能懂得菩萨的意思？为什么？菩萨所说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。众生用妄心，用八十五十一心所，永远不能够理解。啊，纵然世间聪明才智，似乎是理解了，还是把菩萨的意思讲错了。啊，这什么人呢？我们称为专家学者。啊，世间大智慧、大福德之人尚且不明，何况一般人？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真跟妄不相应，真与真相应，妄跟妄相应。啊，诸佛菩萨表演是从自信真心里流出来，那么众生要用真心就能接受，这叫有缘人啊！众生要用真心，什么是真心？真诚心。啊，真诚里面没有疑惑，没有顾虑。啊，真诚是真心，没有妄念。啊，没有妄想呢，没有杂念。要用这样的心。啊，还要用清净心，用恭敬心，能看得懂佛菩萨的做法，就是表演给我们看，能看得懂啊，能听得懂，是愿解如来真实意。不容易啊！啊，古时候人用真心的懂，什么是真心？简单的说，五伦的心是真心，五常的心是真心。这从总的来讲。那五伦不是假的，父子有亲啊，特别是小孩在婴儿的时代，
啊，出生不满一岁，父母对他用真心，没有任何条件。啊，小孩对父母也是真心。啊，父母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笑，他完全接受了，藏在他阿赖耶识，就是八识里面种子之中。去教小孩重要啊，啊，最重要是扎根教育，五伦五常就是属于扎根教育。与伦常相应的，让小孩看到、听到、接触到，他学会了。与伦常相违背的，决定不能让他看到，不能让他听到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啊，要看多久呢？一般是三年，三年就是一千天。这样教法，三岁的小孩就有能力辨别是非，辨别善恶，辨别邪正，他有能力辨别。啊，不正的、不善的，他会排斥，他不喜欢接受。啊，是善的，是正的，与伦常完全相应的，他欢喜，他接受。那古谚语所谓的“三岁看八十”，啊，这样的根扎得好，到八十岁，就是一直到老，他都不会动摇，不会改变。根扎得深啊。那我们现在啊，不要说社会一般人，我们是佛门弟子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为什么不能成就？因为我们没有扎这个根啊。古时候一般家庭教育通通都有啊，古时候有祠堂，你到祠堂去看看家谱，家谱里面就有家规、有家训啊。这一个家族从老到小，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这祖宗的教诲啊，不能违背，违背是大不孝啊。现在没有了，祠堂没有了，家谱也没有了啊，没有祠堂，没有家谱，人对家没有感情，他不爱这家了。如果知道家庭的历史源远流长，从几千年一代一代记录下来到我自己身，你通通能看到，你对于家了就产生爱护的心。那伦常道德是从这里扎根的啊，是中国人一生最大的事情，
是基础，没有比这个更大了，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了。啊，诸位想想，远古老祖宗，我们念念还不忘，眼前的父母、祖父母，哪有不孝顺的道理？所以《论语》上夫子说，慎终追远呢，祭祖就是追远啊，追念过去的老祖宗，明德归厚啊，老百姓的德行，社会风气就会厚道了。那于是让我们想起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啊，这么大的族群，这么大的国家，立足在东亚五千年而不灭，什么原因？就靠这个教育。这个教育一旦被毁灭了，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了，也会在这个地球上消失掉了。啊，那真是民族的罪人呢，怎么对得起祖宗啊？啊，祖宗念念呢，想着后代的子孙，想到千年万世，这一份的亲爱之情多么浓厚，啊，可是如果不教，他不知道啊。啊，父母有责任呢，父母是儿女第一任的老师。中国古人所说的做之亲，你是他的父母亲。做之君，你时时刻刻做榜样给他看。君是领导人，身教啊。啊，《弟子规》是不是给小孩教他念的？不是，他刚刚出世，他怎么会念？那怎么教他？《弟子规》是他的父母，对他的祖父母，把《弟子规》在家里头做出来，让他的婴儿看到了，他就学会了。啊，虽然他不会讲话，啊，他也不会走路，但是他睁开眼睛会看，他耳朵会听，啊，他通通学会了。这叫扎根教育，这叫胎教。啊，中国人懂得。中国人把这种教学的理念方法世世代代承传下去。啊，我们把这种教育收获了大概有200年。啊，今天社会的动乱
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中国人影响全世界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中国要是好了，全世界都好了；中国要是灭亡了，全世界都遭殃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今天要拯救中国，从哪里做起？从我自己做起。人人有这个自觉。啊，怎么做起？把老祖宗的教诲找回来，好好去研究，认真去奉献。啊，总的来说，老祖宗对我们的教诲总纲领、总原则就是四科，四个科目。第一个是无论，第二个是无常，第三个是四维，第四个是八德。啊，我们讲堂书橱里头有一套四库全书。四库全书说什么？就是这个四个纲领，讲伦理，讲道德。啊，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就讲这个。与这个不相应的，不能收入四库啊。啊，这是国家审定的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呢。啊，这部书太大了，1500册。什么人能读？从哪里读起？啊，唐太宗编那个《精华篇》非常难得。啊，把四库的精华通通抄录下来，成一本书，叫《群书之要》。他只做了一半。从三皇五帝到晋朝，他前面有个朝代，2500年。国宝啊，大唐盛世就靠这个东西知道。啊，帝王大臣。文武百官，人人都要遵守，都要奉行。啊，用老祖宗的教诲来治国平天下。啊，现在这部书我们找到了，我们大量的翻印流通。啊，马来西亚有些同学把它翻成英语，好啊！啊，这是《四库精华篇》啊，可惜不完整。为什么呢？唐宋元明清这1000多年的。不在里头啊！啊，所以我时常提醒大家，我年岁老了，没有这个能力了。希望年轻人要记住，啊，什么是世间第一等大事，第一等好事，
那就是能把群书之要的序篇写出来啊，从唐宋元明清那些学者专家啊，这些典籍里面把它抄下来啊，让四库全书精华录有个完整篇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，这是世间头等大事，第一好事，没有比这更好啊！啊，全书分量太大了，没有人能读啊。精华篇是人人都要读的，人人都需要的。啊，做不到，放在心上，挂在口边，劝导别人，也许他能做到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提醒他，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使命。啊，我们做宣传工作，佛菩萨慈悲，对于众生迷惑的时候，什么礼节都不讲了。啊，他要是明白人，读过诗书的人，他不守这规矩，可以责备他，他没有学过，就应当要原谅他。啊，鼓励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无不讲求恭敬。啊，礼记你展开，去礼曰：无不敬，没有不恭敬的。你看看，礼是什么？敬啊！啊，现在人呢？现在人不知道恭敬。不知道尊重人，不知道尊重事，不知道尊重万物，礼没有了啊，在佛法呢，戒没有了啊，戒的作用跟礼完全相同，儒有礼，佛有戒，道有因果。啊，这都是端正社会的标准。啊，做人善人好人，标准是什么？这就是标准。啊，不违背礼，不违背戒，不违背因果，这个人是好人。啊，好人一定有好的果报。好人心好事没有得到好的果报，那是什么原因？过去生中造的恶太多了啊，前世造的这个因，这也是变成果报，是这么个原因。那不善的业显出来的果报，那这一生做了好事呢？那好事在这一生所造的因，来生形成果报啊，来生就享受到了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啊！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
啊，然后我们才会非常认真断我修善。啊，这个一点都不含糊。啊，学了佛之后，我们知道了最殊胜的果报是什么？是念佛求生净土。这是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如来无尽的慈悲也，为一切众生开这样无比殊胜的法门啊，帮助我们，即使我们造了无逆受，这个法门可以救我们的。这一次我们开戒学班，有一些同学来告诉我，他以前不知道，现在听了这个课程，知道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无不是罪。啊，有很多人吓坏了。啊，怎么办？你造的这个因，后面的果报，三途地狱，你能避免吗？不可能。已经在阿赖耶识里结成种子，这个种子永远不坏，来生后世遇到缘，果报就现前。啊，你要是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真的害怕了，佛门里头有一法，只有这一法，没有第二法。啊，这一法是什么？念佛这一法可以救你。啊，我们看来佛三圣，其中有海贤的母亲啊，你看这三个人走得多么自在，多么潇洒。他们到哪里去了？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一生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就会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行了，就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问题全解决了。慈云观点法师，清朝乾隆时代的人，我们佛门就打得了，著作非常丰富。那我知道的就有40多种，啊，还有我不知道的。万字虚藏里面收了20多种，不到30种。啊，我看过他的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疏钞》《观无量寿经之旨》啊，这两部东西我从前讲过，就用他的注解，在《观经之旨》里面说，你做的重罪不通忏悔啊，无有法子忏悔，
所有的经教参仪都失效了，对你这造的这个罪业，它都失效了，都不灵了。这个时候，他说：“还有一门可以救你。”这一门是什么呢？就是念佛。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救你。下莲居老居士在《进修捷要》里头说得好啊：“六字同摄万法，万法事出世间一切法。”这六个字总摄了。这一句佛号，一门呢就是普门，普门是观世音菩萨代表的，下面莲老法师全思即理，全妄即真，全信其修，全修在信。广学原为深入啊，我们今天广学不是深入，入得很浅的。古人广学原为深入，那目标不一样啊，理念不相同啊。专修就是宗旨啊，现在人所犯的毛病，广学多闻啊，入得很浅不深啊，学得很散很杂啊，把头脑都学乱了，那不是宗旨啊。净宗贵的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没有不夹杂啊。古大德常常教我们，这个法门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你能守住这个原则，就跟来福三生一样。果报不可思议啊！海清走得多自在，海贤的母亲啊，人家是怎么走的？海贤老和尚自己不需要人作念的，他自己晓得几分几秒走啊，不告诉人呐 啊自己念佛往生的。念佛从来不敲引磬的，往生这天自己敲着引磬。走了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圆满成就，成佛了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即是时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作阿惟越致菩萨。阿惟越致高啊，化身菩萨了。一生到那里就是化身菩萨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。本愿威神功德加持，让你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、神通跟阿弥陀佛差不多达到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成就
没人相信，难行之法了。啊，让我们想到现在，最近我们看到一本书，日本人写的，啊，汤恩比博士的《中国观》，他对中国的看法，总结是什么呢？未来属于中国，这也是难行之法。跟我们净土法门一样，谁相信？我两次访问英国，我向英国人请教，你们相不相信？啊，我说话是在剑桥大学，在伦敦大学，啊，这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名校啊，跟他们的汉学的同学教授们交流，我提出的问题他们不答复我，对着我笑笑眯眯的，啊，不回答我了。我翻过来问，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？啊，他们也不敢说话。啊，最后逼着我说话了。我一个人说，我说如果你们把这个问题来问我，我会肯定答复你，我没有丝毫怀疑，汤恩比说的话是真话。他没有说错，他说的是真的。那你们为什么不敢答复呢？啊，你们对于汤恩比所说的怀疑，啊，为什么不敢否认呢？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，不敢批评他。那么中国东西这么好，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要，还到西方来求学？啊，这就让怀疑啊！我说不但你怀疑，我也怀疑啊！啊，为什么汤恩比说的那么坚定？啊，他一点怀疑都没有。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，对中国的历史太清楚了。啊，中国为什么演变这个样子？他一清二楚。啊，当时有人问他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？啊，他告诉别人，你要知道，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，这世界上没有的，5000年历史都记载在文字上啊。啊，四库里头的史部啊，经史子集啊，中国人的这个路走不通的时候，他一回头找老祖宗，他就是世界第一了。这话是真话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不但能救中国，而且能救全世界。啊，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真正聪明智慧的人，他们已经在起步了。上个月那算前个月了，
八月底，我在香港听到有人告诉我，英国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都学中国文字，啊，这是政府的政策。有人就问他，为什么要学中国文？啊，他们教育部的官员就说，未来的世界，中文就像现在英文一样，普遍全世界。你要不学就吃亏了。这英国人聪明的啊，要学汉字，要学文言文。为什么？中国的宝贝是用文言文写出来的。你有这个能力，直接去读四库全书啊，不要依靠翻译啊，翻译免不了有错误啊，你直接去读它好啊。那么印度尼西亚七月就开始向全国中小学校推动学习《弟子规》啊，他们将《弟子规》将蔡老师的细讲都翻成印尼文，也就是马来文这个影响很大啊！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，他们有智慧，看得远的啊！所以这都是菩萨行为，做众生不亲之友。啊，菩萨大慈大悲，不疲不厌，常为不请之友。啊，因为师道是尊严的。啊，古人所谓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啊。啊，现在有很多富贵人家请老师到家里来教儿女，叫家教。中国历史上没有啊！啊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把老师叫家里来了？这个对老师不恭敬，不敬。圣贤的学问你学不到。啊，佛法更学不到，佛法要从恭敬当中学。你有恭敬心，老师教你；你没有恭敬心，老师对你很客气，不教你。啊，为什么？教你是白教了，你不能吸收，你不能奉行，对老师不教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时代，这些年轻人普遍的心浮气躁啊，为什么？他被人教坏了，谁教他？电视教的，
王禄教他真的从婴儿教起，小孩一出生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听什么电视啊，电视里面教的什么，教他杀盗淫妄，啊，从小根深蒂固啊，这个麻烦可大了，这个根扎的不好啊。所以，纵然接触圣贤教诲，很容易退失，经不起外面境界、财色名利、无欲七情的诱惑。诱惑的力量太大了，啊，圣道衰了，圣道没有根了，啊，学圣学贤，表面上像个样子，其实不是，啊，跟海鲜老和尚比，就比出来了。啊，海鲜老和尚一生没有怨恨过人，没有说哪个人不是，也就是说一生没有批评过人，你能做到吗？人家供养他金戒指，手上戴一戴，让送的人欢喜，他走了金戒指就拉掉了，你看他多随缘，他有没有贪心？没有。啊，骂他侮辱他，没有嗔恚，对任何人。啊，对冤枉他的人，对欺负他的人，对陷害他的人，都是一片慈悲。这是佛菩萨要求的学生呢。啊，小风小浪就受不了了，怎么能学佛？怎么能往生？啊，往生要延迟戒律，你们延迟戒律能往生吗？延迟戒律目的是什么？那你持戒得不到这个目的，你白吃了。啊，第一个恢复清净心，无量寿经上经体上有清净平等觉，持戒就是为这个。啊，持戒能得到平等心，你看海鲜老和尚得到了，他用什么方法持戒？一句阿弥陀佛。戒律总的目标是断我修身，他心里的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，就我没有了。那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念佛人，善中之善，没有我，找不到我。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他哪里来的我？
起心动念是迷啊，分别执着是造业，业有善恶，善恶都是染业，都不是清净的，清净里头没有善恶，平等里头不但没有善恶，染净都没有了，它没有分别了。所以他比清净高啊，清净是阿罗汉了，平等是菩萨了，佛菩萨。那这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所以清净跟平等是禅定。定就平等了，不动，本无动摇。慧能大师说的，所以菩萨真了不起，常为不勤之友啊，随主爱护啊，随主哪些人？六道轮回里头的众生啊，我们堕落到哪一道，他跟到哪一道啊。跟我们现同了一身，我们在人道他现人身，我们在畜生道他现畜生身，总是在一起帮助我们觉悟啊，觉悟了就能出离轮回。故涅槃即曰，是就要求，然后得了。如来不勤而为鬼。世间，你要遇到灾难，你才知道求。求而后你能得到。那佛菩萨呢？佛菩萨不必要。佛菩萨不请，你不要求他，他也来了。这还得了吗？真正叫大慈大悲。又不勤之友，见维摩经曰，维摩经里头说，众人不勤，由而安之。大众没有人来勤你，没有人勤法了，没有人向你请教啊。你看佛菩萨什么态度？由而安之。中国人讲朋友，朋是同学，友是同志。同志比同学亲得多了。他们的理想是一致的，目标方向是一致的，这叫友啊。能建立大事业，
跟同学不一样啊。啊，菩萨永远是一切众生的善友、善知识。啊，赵公曰：“真友不待亲呐。”譬如慈母之去婴儿，啊，你还等他亲吗？啊，朋友真有困难了，你知道了，立刻伸出援手，帮助他解决问题。一个人在世间这一生，难得有一个真正知心的朋友，人生在世有一两个知己值得安慰呀，一生没有空过啊。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朋友，我们要发心给一切众生做真友，这个缘也不是容易得到的。啊，我这一生遇到了中日战争的时代，我们这学生很可怜啊。那个时候我15、16岁，我一家4个人住4个地方，都非常遥远。啊，我14岁就离开家，啊，我弟弟更可怜，9岁离开家，就要自己照顾自己，啊，所以我们这是学校念书，学校是国家办的，是免费的，不但免费，还管吃管住。流亡学生啊，这里面的同学都是没有家啊，有家也回不去，学校就是家，老师就是父母，同学就是兄弟姐妹，感情真的深厚。啊，同学有了困难，大家自动的帮助我，很难得了。啊，战后这段时间是太平，不是盛世。啊，地球上局部的战争没有停止过。啊，大部分地区是安定。年轻人没有过过这个灾难的苦日子，他不懂啊！啊，不懂得亲情的可贵啊！换一句话说，他对父母、对亲属、对朋友那一种真诚爱心生不起来。啊，我们看到经上不亲之友，感触很深呐。啊，下面净严书里面说，啊，第一，所化众生，
无极感身，名为不清。啊，他对于圣贤，这个圣贤佛菩萨，善知识。啊，他不知道啊，他没有向他们求教的这个念头啊，这叫不清。菩萨强化为作因缘，这个强是勉强啊，勉强来教化他，为作因缘啊，这就是机会，制造机会，这叫有安置。为众生制造机会，也要有缘，有条件，没有这个条件，不能成功啊！啊，现在我们有了机会了，肯不肯干呢？肯干。你是菩萨再来，不肯干，你是凡夫。啊，不能怪你。啊，云就是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城，图文巴。啊，图文巴的居民。各行各业，包括政府、宗教，大家有个共同的愿望，我们努力把图文巴建造成一个世界上多元文化、和谐城市。这个共识不容易啊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找不到啊！啊，大家有这么一个念头了，我们如何能把它促成，变成事实？这就要做不前之忧了。啊，从哪里要做起呢？学佛的人知道，也有很多还不知道。啊，那我也问你，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？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？经上有一句话，我们要牢牢地记住：阿弥陀佛，今现在说法，就这句话。阿弥陀佛教化众生，没有停止过。啊，中国古人懂得，所以《学记》里头有一句话说：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”啊，建立一个国家，领导全国的群众，什么最重要？教学最重要。人是教得好。人心本善。
啊，佛菩萨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，没有别的，而且是义务的教学，啊，不收学费。来学的学生不分国籍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信仰，只要你肯来，佛菩萨就教你。所以佛法是多元文化的教学啊，佛菩萨是义务工作者啊，多元文化的义务工作者啊，名闻利养边都不沾的，跟你讲真的，没有一句假话。那只要你肯学，你一定得利。这个利益不是地位，不是财富，啊，是破迷开悟。啊，后面真实的利益是离苦得乐。佛教导我们离究竟苦。啊，究竟苦是什么？六道轮回啊。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，不究竟了。啊，得究竟乐，究竟乐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怎么去？叫无上的妙法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啊，信愿持名，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。真正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。啊，真正求往生，六道轮回太苦了，我受够了，我不想再干了。啊，希望这一生当中像海鲜和尚一样自己有把握，啊，自己真正相信自己念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，啊，这个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这第一个，没有能力感得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来做不清之忧，那就是你有这个条件，条件不成熟，啊，找一个机缘，把你心愿带起来。那么第二呢，所化众生虽有道基，无其要欲。这个要是爱好，他不喜欢，他不想，不知求甚，名为不浅。啊，菩萨随机而为强化，名有安之。这两类众生的情况不一样。第一类跟佛的缘很浅薄，不深啊，所以他对于佛没有概念，这第一类的。第二类的是
过去生中修过佛，阿赖也是有种子，但是这个种子不强，没有力量。啊，这一条我们看到的人多。啊，每一个学佛的人都是这第二类所说的。啊，你遇能不能遇到佛法？能遇到。你看，我们连净宗都遇到了，净宗里最难得的，下莲居的会集本呐，真难得了。我们上一代很多人不知道，哪里晓得有这个本？啊，要不是六行法师带了几本，啊，他从山东到台湾带了几本送给李老师，啊，李老师当时就叫芮成英书局翻译流通，啊，台湾才有人知道，但是数量太少了。我知道台中印过两次，啊，一次是原版照相印的，自大；另外是重新排版印的，啊，字很小，印过两次，也不过就是两三千册而已啊。啊，所以流通不广，很多人没见过。啊，李老师往生之后，缘成熟了。啊，很多同学来找我，啊，希望流通这个本子，找我讲这个本子。啊，我们第一次，好像第二次，在美国、加拿大讲的，第三次在台湾讲的，啊，前后讲了14次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更晚。啊，我好像是84年，我在美国遇到的，啊，那时候没有见面，跟念老通电话，啊，他把他手上这一套，仅有一套，带到美国去的，这个一套送给我。我展开来一看，无量欢喜。我打电话问他，你有没有版权？他问我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说，如果你有版权，我尊重你。啊，我不能翻译。如果你没有版权呢？说我把它送到台湾，印10000册流通。啊，他听得很欢喜，没有版权。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，啊，封面给他题字，我们的缘从这结下来了。啊，他住的时间不长，只有一个月就回去。啊，我也没有多久，我就到北京去看他。啊，到他家里面去拜访他，我们见了面了，非常欢喜。在海外讲这个经的，我一个；在国内讲这个经的，只有他一个。啊，我们两个遇到了，啊，非常难得。
这个注解李老师没看到，很可惜。老师完成了，如果老师还在，我一定会亲李老师给他写一篇序文。这都是无比殊胜的缘分，我们能遇到。我们才万缘放下，遇到这么好的本。佛门所有经论汇集，这是第一善本。为什么？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，没有改动一个字，终于汇集。其他的这个汇集很多，弘莲法师举了很多例子，但是都有几个字改动。这个是佛门大德所不允许的。这个汇集本避免这些过失。老居士汇集花3年时间，又经过7年的时间做10次的修订，成为善本。这个本子里头你找一个错语缺陷你找不到啊，他们有缺点，他们有过失。所以我能够肯定，世尊往后末法9000年真正能得到的只有这一部经。我这才万缘放下。法上应是金刚经上的话，何况非法，统统放下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我提倡的一句佛号，一部经，一部注解，其他的不要了。那是教戒律很重要，对，没错，三句经戒就在这一句佛号里，圆圆满满。你持戒的人还有过失，还有缺陷没做到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同舍了，简单扼要。海贤老和尚功夫不可思议，他确确实实证得理业心不乱。理业心不乱就是禅宗慧能大师所证得的明心见性。理业心明心见性靠什么？一句佛号，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所以海贤老和尚这资料里头讲的延迟戒律，就一句佛号，心里头一说，除佛号之外没有妄想，没杂念，这叫延迟。菩萨有智慧，有善巧方便，戒引众生
根基好的要帮助他成就他，根基不好的要带领他帮助他扎根啊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遇到这个法门，他会继续修学啊，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一定有机会成就，只是时间早晚不同，这都是慈悲到基础啊。下面这一课，护佛众生啊，护法，护法首先要护自己，自己都没有护好，你是不可能护佛的。那么护好自己呢，就得认真修戒定慧。啊，一定是应戒得定。啊，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你持戒，持戒的目的是什么？得清净心。清净心就是定。得平等心，平等心是大定，菩萨的定。啊，清净心是声闻缘觉的定。如果持戒不能得定，那持戒造罪业。为什么？分别执着啊，看到不持戒的人回报啊，批评责备你，教训那个人，那个人是不是肯接受？如果不肯接受，他翻过来算了，我不学了。你把这个人这一生学佛的缘分断掉了，这叫断人法身慧命，这个罪过是无间地狱。真正持戒人，像海鲜老和尚，没有一个人不尊敬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所以他尊敬啊。众生为什么变这样？他迷失了自信啊，他将来肯定会恢复自信啊，只是成佛有早晚，有人现在成佛，有人来生成佛，有生无量劫以后成佛，他终归要成佛的，你怎么可以轻慢他？你怎么可以斥责他？那他不像持戒的人呢，持戒的人如火，释迦牟尼佛持戒，诸佛菩萨都持戒，祖师大德也持戒，没有一个犯戒的啊，起一个不善的念头就犯戒了，起一个善的念头也犯戒了。为什么？真心里头没有念头啊，那是梵王心地皆平，这是戒律最高的，身心清净。心是什么？心是清净平等觉。觉就是见性，见性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。我们看经文，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
护佛种心，常时不绝。上面这一句，受是接受，持是保持，啊，如来甚深法藏，此有二解，有两种解释。啊，第一种，净严素，曰明修圣解如来藏心，是如来甚深法藏啊，暗障即除，明现即现，这就是明心，故曰受持。啊，这个见识高，以明心见性为受持甚深法藏。啊，明心见性在净土中是离业心不乱。啊，念佛人的功夫，首先得到的功夫成片啊，功夫成片是什么境界？一切时一切处，我们讲二六十种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一个杂念都没有，这叫功夫成一片。啊，他为什么不是一心？一心是断烦恼了，他烦恼没断。啊，烦恼习气在，这一句佛号有力量，把烦恼习气啊控制住了。啊，像石头压草，他说真有力量，他把烦恼压住，不起作用。啊，没断，这叫成片。啊，这个境界在天台六界佛里面叫观行解佛。啊，六界佛是理解佛，从理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这从理上讲，那从事上讲呢？我们现在是迷惑颠倒，迷失自信，啊，变成凡夫了。啊，凡夫有能力，啊，用一种方法，让自己的烦恼不起作用。啊，五种见惑没断，五种思惑也没断，就是见思烦恼没断。但是扶住了，这也很难得啊！有这个功夫，就决定的生净土。念佛念到这种层次的人，阿弥陀佛都会来现身。啊，有人看到佛，有人看到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是感。啊，你的清净心快现前了。佛慈悲呀。啊，见佛见极乐世界，你的信心增长了。你不会再怀疑了，真有，不是假有。啊，念到一心不乱，四一心不乱，就是见思烦恼断了。见思烦恼断，这个境界等于阿罗汉。阿罗汉断见思烦恼，
所以这个阶层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啊，方便有余土里头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三乘菩萨啊，这个三乘是别教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，他们生方便土。再向上提升，离业心不乱啊，离业心不乱就明心见性，不但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明烦恼也破一分了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发生啊，生十报庄严土啊，诸位要记住，通通都是一句佛号，不需要用任何法门来帮助啊，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。海贤大师为我们表这个法啊，告诉我们祖祖相传这个法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他实验成功啊，那他是什么境界？我们细心看他的光点，显示出来给我们看，他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，也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他是这个境界。啊，他跟阿弥陀佛往来很亲切，很多次，不是三五次，你看他临走之前告诉这个同学啊，这几天阿弥陀佛又来找我，告诉我啊，就在这几天我就要走了啊，临终这几天就见很多次，至少三次啊，学佛92年，他这样的秉性太难得了，这个人的秉性老实听话正干啊，他念佛的态度真诚亲近恭敬，具足这种条件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而且往生的品位一定很高啊。让我回头想一想，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郭鲁江，郭鲁江也是不认识字，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没有听过一堂经，地老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也是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啊，他很乖很听话，念了3年，你看看站着往生啊，还站了3天，等地老和尚替他办后事啊，站着往生不稀奇，往生之后还站3天呢，没有过啊，这个决定不是假的啊，锅炉匠给我们表演啊，锅炉匠的境界
我们判断最低的境界是功夫成片。啊，功夫成片就感应佛来接引他，佛来告诉他的信息。啊，你的寿命还有多长？到寿命到的时候，佛来接引。那么有一等聪明人，啊，见到佛就跟佛要求，我还有那些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走。啊，佛很慈悲，都带走了。所以我们在《高僧传》看到，在《净土圣贤录》看到，许许多多念佛人都是三年走了。啊，我相信这里面大部分都是还有寿命不要了。啊，提前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么海鲜和尚，我相信跟锅炉匠比绝不逊色。啊，他三年能不能往生？肯定能往生。啊，为什么不去？阿弥陀佛要他表法，他有任务，所以我也不相信他寿命那么长。啊，一般寿命我们估计应该是七八十岁。啊，他能够活到112岁，为什么？最后的任务就是表僧战僧这个法。那可能就是阿弥陀佛跟他说，什么时候你遇到这本书表法圆满，啊，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来了，佛来接引。啊，所以他表这个法三天就走了，走得那么自在。啊，临走的这一天他是晚上走的，白天还工作了一天，在菜园拔草浇水整地干了一整天，晚上往生了。啊，这一天他为什么不休息休息？为什么还那么样的认真干一天活？这是做榜样给我们看。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表这个法了，认真负责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净。净思，净无。啊，对他的工作，我们常讲敬业。啊，他的业就是弘法利生，他的弘法是身教，不是言教。你在他起心动念、处事待人接物里头细心去观察，无量寿经，无论是理，无论是事，他通通做到了啊。所以他那个爹，那是活的无量寿经呐，我称它就是无量寿经的总结。我们看这光碟，要跟读诵无量寿经一样，啊，一样的恭敬，一样的真诚，
看了很有受用，遍遍都有受用。有同学看了几百遍，告诉我永远看不厌。为什么？遍遍有悟处，看出门道出来了。那我们要学他一心称念，决定没有怀疑，真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信愿持名往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心确实很不容易生出来，为什么？烦恼习气太重了。直接头一个破见惑正出惑，你见惑破不了，出国得不到，出国得不到，你还是六道生死反复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所以末法九千年，包括我们现在，除了念佛求生净土一门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要断惑成真，证真。你能不能把身见放下？知道身不是我，不再想这个身，不再贪念这个身，不再为这个身造罪业了，为这个身。第二个边界，边界是什么？对立，两边嘛，有我就有人，人我是边界，有真就有妄，真妄是边界，有善就有恶，善恶是边界，有凡就有圣，凡圣是边界。那边界断了，这个时候什么境界呢？肯定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，自性里面的慈悲就生出来了，不容易啊！第三种成见，佛把它分成两个，因上的成见叫戒取见，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。成见是自以为是，不能跟别人合作，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，这成见，某人成见很深，只有人服从他，他不肯服从别人。最后一种邪见，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都属于邪见。不容易啊，谁能断得了？这五种错误的见惑断干净了，你的本能恢复两种，神通、天眼通出现了，天耳通出现了。
啊，天眼通能教你，至少你能看到欲界六层天，能看到十八层地狱。你有这个能力了，出国须陀洹呐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，我们自己想想，我这一生做不到啊，做不到，想离开六道轮回，那只有找阿弥陀佛。除这一法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法能帮助你出离六道轮回。净土的殊胜，千经万论，殊途同归也。华严到最后，十大愿望到各极乐。啊，楞严经的二十五圆通，最后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，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，啊，观音菩萨专对娑婆世界，大势至菩萨那是专门对遍法界虚空界，他起一切众生之际，观音菩萨只起娑婆众生之际，不一样了。啊，所以净严说的是明是明了，修圣界如来藏心，如来藏心就是理业心不乱，就是明心见性。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当作目标？这个目标要是达到，是离业心，生十报庄严土，这位置高了。啊，这是如来甚深法藏，是吧？暗障即除，明心即性。故曰受持，受持的意思很深呐、啊，这是以明心见性为受持甚深法藏。那么下面第二个说得好。闻佛名号就是受持甚深法藏啊，真切说的就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，多闻归一闻，一闻就是闻其名号，是以闻佛名号为受持甚深法藏，弥惑尽足。这说的太好了啊，不是过来人说不出这个话来啊，是绝了。多闻归有闻，多门归一门，八万四千法门归一门，持名念佛。无量法门归一门，这一门专修净土，求生西方。这是什么人？第一等智慧的人，他相信，他选择了第一等大福报的人，念念不离弥陀，像老和尚一样，生活当中念佛，穿衣吃饭，佛号不间断，
工作不爱念佛，待人接物，心里通通是这一句佛号，一句接一句，一生未尝丢失啊！一切时一切处，没有把这句佛号忘记，啊，没有把这句佛号剪断。这是海鲜老和尚，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。啊，他的表法，阿弥陀佛慈悲，慈悲的基础，让他做榜样给我们看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